这个牌匾呢已经超过100年了，它还是装在我们的会馆里面，这是一个很值得珍惜的文物。上武校可以说是文东人呐、啊，无所不认识的一个学校。我哋嘅环境、河流、空气啊，真系好舒服。山顶美味しい。啊，玩老人食高食，佢话呢啲好滑嘅，好似雪咁咯。希望文东夜市铭记云吞面一代传一代啦。文东人啊，从小到大啊，真的很会喝茶的。够浓，浓度要够，然后它分量也好，来这里的人都喜欢喝一加一冰。以前高树的人系咁打包的啦。我哋咪都人做乜中意食呢啲嘅年冧鸡嘅，啲新鲜啊，阿啲阿叔咪仲脆，几食嘅。闻到个姜又够辣又够香，最出名的姜豆卜啦，还有那个酱油啦。